同儿童全家一起来跨年晚会，对夜晚十点开始，等到十点半钟的演出。台语的摇滚天团董事长乐团歌手曾佩慈、金曲奖得主廖素婷、豆花妹蔡黄如等等知名的艺人歌手带来精彩演出。歌后秀兰玛雅和北京各地用86的管乐团合作，民众看到在地合作参与演出，大家拢相当的赞叹。你伫咧二零一九年最后一分钟，家己市政府向民众募集60张主题为“我爱家己”的相片，随着灯神的每一秒，伫咧大荧幕逐步显示，欢迎着观众和家己市长免费做伙欢喜来灯神，赞招二零一九年迎接二零二零年。因为有你，嘉义大不同。因为有你，我们嘉义一直往前走。哪怕咱遇到困难，遇到真不如意的代志，但是因为有你，咱继续有力。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这是我们的体育场，看到爆满的人潮，看到这么多的好朋友、市府团队跟议会议长。还有各位议员，还有里长，所有的团队，我们充满了感恩，我们充满了感恩。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只有努力向前走，让我们家己一定赢，好不好？好。在安排当中，嘉义市政府提供一台高高热电动机车，福田埔社会福利慈善基金会、山兴企业行财团法人九华山地总案、嘉义县矿业、嘉义文宅店，各赞助一台的电动自行车提供抽奖，抽到的民众拢真欢喜，现场歌调不断，气氛真热烈。最新新闻就丁苏王秀山嘉义市采访报道。合唱团用美妙的歌声来演唱国歌，运用着巧妙的编曲，营造出更加丰富的情感，让人印象深刻。也为2020年嘉义市元旦升旗典礼加开直播。当我高级的乐队接着带来相当精彩的操枪表演，充满活力，马丁系对着国家的热爱，赢得现场民众的掌声。随后在悠扬的国旗歌演奏当中，中华民国的国旗缓缓上升，成为典礼现场的最高调。昨天晚上的跨年晚会之后，今天2020第一道曙光出现的时候，所有的市民来到嘉义市政府前的广场，带着亲爱的家人、亲爱的毛小孩，都来到我们的市府广场的前面，一起来升旗。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有你，嘉义市不一样，少了你都不行。每一个嘉义人，拢是咱上盖好的后盾，咱的力量，咱大家团结向前行，让咱嘉义，让大家看得到。我想嘉义市绝不做一个被遗忘的城市，我们始终相信我们是团结，我们有力量，我们愿意在这里努力。你看在这有热情，有热情热血最好的朋友们一起往前走，所以我们不怕风不怕雨，不怕困难。我们今天在这里要做一个 fighting 加一的团队，让我们继续拼，让家己做飞扬。今天在这里祝福大家2020新年快乐，2020爱你爱你哦。为着鼓励市民朋友踊跃运动，嘉义市的元旦升旗典礼特别结合着进行，所以在市政府头前聚集着真侪的市民朋友，大家共同参加升旗典礼，嘛拢揢着一条国旗造型的头巾，现场一片旗海飘扬。伊伫咧一月初一的透早，嘉义市体育军人协会含金钟新城社区嘛拢自主性举办着升旗典礼，嘉义市长吴敏辉亲身前往参加，含社区居民热情互动，真侪祝贺。都是大手牵小手，规家伙啊，扎着国旗做伙参加，用热情的爱国心，欢喜迎接新年来到。最新新闻，中丁孙王小帅家己去采访报道。交通部长林佳龙、嘉义市长吴明辉和侪与会的贵宾虔诚上香，为即日起将要动工的铁路高架化工程 C603标临时改轨道和电车线的工程来祈福，希望工程会当如期如期完工。地一禅，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开工顺利。嘉义市铁路高架化工程动工，交通部长林佳龙亲自南下，但是专场的焦点却是伫咧铁路高架化自筹款的议题。市长吴明辉致辞的时阵，特别提出全体议员合理长的联署书，希望中央会当专业负担着工程款。但是林佳龙虽然接下，却无具体回应地方议题。其实就行政程序上来讲，嘉义市没有赶上那一班车，因为当时有对于地下化的主张，所以就来不及嘛，那但是当时中央政府希望说，如果能够推动高架化，那中央愿意全额负担，台中市就是如此。那我相信在嘉义市的部分，虽然没有赶上那一班的列车，那后来进行专案的协商，那相对来讲也比其他的这些县市政府也不算差了哈。可是这个38亿就是很大的负担，那这个部分呢，当然我也会跟蔡总统来反映。林佳龙认为38亿的自筹款和其他县市相比较并不算多，后续中央也愿意和地方合作承担站场和周边土地的利用贷款，但是这款的公款和徛在的边爱市长吴明辉无法度接受。很重要的是，我们不是没有搭上这一班车。而是政府当时是陈水扁总统，他时任总统，而承诺的给地方的这一个支票，这个票已经开出来了，你没有告诉我实现呐、啊，所以我们当时的承诺啊、当时才会从地下化改为高架化，所以不是我们没搭上车，而是你给我们一个当时没有限制的一张票出来了吧？哈、哦，没有告诉我们时间，你要几什么时候以前没有，完全没讲。所以事实上等到我上任要接的时候要做的时候才告诉我们这样，这是真的。你说从90几亿降到我们，当然是知道说逐年调降，可是你知道吗，这一个承诺是应该要兑现，我们的针对点是在这里，是政府来开的支票。为着要来证明当年陈水扁总统任内所讲的承诺是真的，吴明辉拿出手机啊来秀出当年的新闻，和林佳龙你一句我一句当场发生争论，吴明辉竟忍不住一刀就被老白晒。地下化的我基本上大家要发声，怎么样后面怎么样我们不管。这是当时的，这个是你的解释啦，这个公车公没料啦，这是事实、啊，我太了解了啦。部长，这是事实哎、欸。好了，嘉义市铁路高架化工程陆续开工，每年度开始，嘉义市将面临要逐年分担高达38亿外工程自筹款的预算增大。烦恼嘉义市的财政会因为安尼被补甲倒去，地方对市府交易会阁有民间记者先透过连锁方式来回应民意，但是有机关当场扬言，如果中央一直无法度予地方善意的回应，伊无排除用更加激烈的手法来向中央表达心声。最新新闻，张定顺、王小帅、嘉义市采访报道。市长吴明辉率领市府团队，穿着白色顶衫，以活力朝气的形象，举办市政周年记者会。一开始播放市政成果影片，接着上台演说市政成果。其中讲到中央口口声声重视南方，但眼前就是把嘉义市跳过啊，要将责任撒给地方，这就是嘉义市上大的困难，真大的危机。吴明辉市长讲，嘉义市以早高负债，伊担任两任市长，努力行政，如今进步到财政模范生，但建设无减少过，让这个城市体质变好。每年铁路高架经费要变9亿，后年8亿，是真大的负担。无论政党轮替，一直路行来，始终如一。希望中央兑现零负担的承诺，请中央来面对市民。铁路高架化经费啊，我们一直已经喊了一年，那重要有怎样回应？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据理力争，这本来是据理力争应该要做的。民无信不立，说真的，我不知道当他们曾经做过承诺，然后现在的当事者大家都知道，当他来到嘉义的时候，他如何来面对我们所有的嘉义市民？我想这是为嘉义市的未来，也为台湾的未来来做努力的，绝对不是一个这我要强调的，这绝对不是任何在选举的议题，而是嘉义市未来发展的大问题。因为我们明知道，如果不是很痛，如果不是它影响到嘉义未来发展，我们甚至要编的预算，
我举例，我们好不容易争取到钱，如果前瞻预算我们的配合款又要那么高，请问我们未来如何做呢？所以为了不让嘉义市停摆，为了不让嘉义市止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据理力争。所以这只是请中央兑现承诺，我觉得这才是合理的。而我要强调的，我的态度始终不变，而且我更感动，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所有的市民都告诉我，市长，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我们要做你的后盾，因为我们争取的是嘉义市的未来。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觉得很感动的。所以我想，当我们希望这是一个民主圣地，一个大是大非，大家在走的时候，大家一定心中自有一把尺，所以大家能够团结。好，谢谢。黄敏惠指出，编列了史上上悬的教育预算56亿元，推动教育五心政策，打造观光文化新思路，展现嘉义市深厚的文化底蕴。今年来嘉义市大小人次上看170万人次，带来42.5亿商机。同时，伊也打造望龄城市，全国首创设置乐龄健康训练场，领先全台开创守护嘉义人 APP 行动载具，也将在新年元旦正式将长照中心升级为二级机关，成为老人福利照顾的专业机构。交通面向，嘉义市将成为全国第一个全面采用电动脚底盘公车的县市，同时斥资8亿增设3位停车场、646个停车位。建设方面，则加速铁路高架化和市立美术馆工程进度，并积极争取西区国民运动中心、图书总馆等重大建设。黄敏惠被问到家己一年来施政分数，伊讲将来无替家己拍分数，因为拢会使搁较好，希望一年比一年更好，不断加分。就亲像即届记者会主题，大家共同努力，源源不绝加入搁较侪人，加值加值再加值。新闻新闻顶阵嘉义市采访报道。为了让宫庙绕境文化变得更好，嘉义市警察局特别推广优质宫庙文化特色行动公约，并在25号下晡召开记者会。在整个表演以及独影追追追悬丝偶行动剧等精彩表演下，各开序幕。而这一届邀请嘉义市内274间宫庙共同参与签署，并在嘉义市长阿敏惠的率领之下，共同宣誓抑制妨碍安宁以及交通混乱等行为。市长黄敏惠表示，未来嘉义市区宫庙伫咧游行或者是仪式中，会尽力做好环保措施，也会做好卫生、清华教育甲文化，让优质文化传承的特质散布到嘉义市各角落，让嘉义市变了更好。我们能够深化我们的教育跟文化，让大家看到真正的属于宗教文化之美。这就是我们要行销到世界各地，大家愿意一来再来很重要的优质宫庙文化陶城。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的签约那么多家，大家共同来响应，这是非常难得，而且大家很欢喜的，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该行的咯。所以我想我们一起来，让我们嘉义市所有的宫庙它一定是最优质的。嘉义市宫庙实际数456间，这一届有427间宫庙参与签署，签署率高达94%。各宫庙代表拢是新民的代言人，相信透过各宫庙全力推动预防犯罪，并由市长敏惠率领上有温度的战斗团队，将嘉义市打造成为上优先安全的健康文化特色。新闻台为嘉义市采访报道。新兴种植者因为行动无方便，地主的话在硬管和林业受到限制，进一步影响到社区活动的参与和人际关系。国际胡伦社、三苏七矿地区、嘉义南区胡伦社，看到新兴种植朋友的不便。今年年初特别举办的自身参会和个人呼救比赛，以往接到的款项来购买到总经费162万的富康巴士，这是真关键和嘉义市政府由市长黄敏惠代表接受。嘉义南区福伦社在我们前社长 Tim 的号召之下，我们现任社长李启仁李社长号召大家一起来，包括有花莲吉安社，还有彰化南区社，甚至我们嘉义美丽的彩虹福伦社，大家一起来
共襄盛举。我觉得这样的温暖，让我们所有身心障碍的朋友都得到满满的爱、满满的祝福，让他们人生当中未来能够更顺畅。当然在这里我也要感谢，从民国96年以来，除了市府编列的预算来买富康巴士以外，我们谢谢民间更多的爱把它集合在一起。嘉义南区福仁社就已经提供了第二辆了，我们很珍惜这样的资源，让我们把爱再传出去，让有需要的人能够受到更多更圆满的照顾，感觉更幸福更快乐。我再一次谢谢福仁有爱，我们就毫无障碍，谢谢大家的努力，感谢有你真好。嘉义市政府对民国96年开始提供着富康巴士接送的服务，委托脊髓损伤者协会来营运。在南区福仁社所管经的富康巴士加入之后，嘉义市现在有21台的富康巴士，欢迎行动不便、身心障碍朋友多多利用。服务的时间是拜一到拜五，每天上午8:30到12点，下晡的1点到5点半，让看病和出门拜访朋友会当更加舒适方便。最新新闻就定是王小三家己吃彩虹报道。配合着家己吃铁路高架化，临时轨东线博爱路桥将对23号开始来进行着顶部结构桥面局部的改建。桥面顶头的交通拆除掉半半施工的环节，被全面来阻挡。部分通行范围将由双向的快慢车道缩减成为单向的混合车道和单向的快慢车道，以减轻对着交通的冲击和影响。跟大家报告一下哈，这个黑色的这个线哦，就是原来的铁路的一个计划要走的一个路线。那因为这个路线上哦，会跟我们北龙里跟长安街的一个居民哈，这些部分要拆迁的98户，所以说这一次我们考量到说减少这些的拆迁的一个影响，所以把这个轨道的部分、临时轨的部分就东移到这个红线的这个区域，红线这个区域。那因为这样子的临时轨调拨之后，这边就免于拆除。那因为它的调拨就跟了这个博爱路桥的桥墩这个位置是冲突的。所以现在我们后续的工作就是把这个的桥墩再往东侧的部分再偏移，所以说这一次的工程的改建就是做这个东移，然后有一些桥面的一个处理，后续就是采不封闭桥面，然后半半施工缩减车道的方式去处理它。改建工程将由交通部铁道局北港处第4工务段来负责。施工期间，铁道局除了来落实着各项交通善道维持的作业，对着噪音的影响嘛积极应应，希望会当减少着影响冲击。缩减车道的部分，只有在这个铁路的正上方，大概只有55公尺的部分，那整个路桥的部分不会封闭哈。那这个部分后续的部分呢，我们会要求施工单位能够在这个尽量在噪音防治在相关的一个交通维持上都做好相关的工作。那这个部分除了这个人车的部分都会原来的通行之外，小客车跟机踏车都可以陆续通行，不过在大客车大型车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是会禁止大型车是上路桥通行这样子。那后续有一个工期的期间哈，请我们用路人还有我们居民，大家能够多多的配合。以上，请大家体谅，谢谢大家。因为工程时间期间可能会造成部分民众交通不方便，需要请用路人多多谅解。施工期间如果有任何疑问或者是建议，拢欢迎向交通部铁道局北部工程处第4工务段，或者是嘉义市政府交通处来欢迎改善或者是改观。嘛，期待用路人会当配合着时间改道和交通管制的措施，并按顺利来完成着博爱绿桥局部改建的进步。最新新闻就丁顺王小帅嘉义市台北报道。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地处着伫咧夏天的温度，卡袂着就超过34度。炎热高温的天数嘛，愈来愈侪。为着避免学校伫咧热天的时阵，学生囡仔都爱伫咧翕热的教室内底上课和休中道，影响着学习的效率。今年市政府编列2亿672万，为全市各高中小增设冷气和新风换气系统，在议会支持之下顺利通过。今年市长吴敏辉24号率领教育团队召开记者会。三个嘉义市的囡仔对每年的热天开始，唔免搁在伫咧翕热的教室内底，那流汗那读册。
面对着气候的变迁，我们希望孩子有更好的环境可以学习。那我们通过议会的预算，那有2亿多，所以呢，在这一次无论说每一个学校的电力系统的改善，还有冷气，那这一次最感动的是日立冷气公司呢，特别还为我们提供了可以说是最好的服务以及最好的设备，那这是全机种的，而且有最多的保护、最久的保护以及各方面的保养。我相信那给孩子一个最舒服的环境、最舒适的学习环境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我再一次要感谢议会的支持，让我们一起来为孩子做更多的事。我们相信孩子们也会珍惜，更努力、更用心。这是一个最棒的圣诞礼物。我想孩子在这里每天每个人都非常的开心。再一次感谢大家，嘉义市的孩子真幸福，耶、yeah!江义市林奇联合蔡江爱已经顺利伫咧十月底来决标，将陆续伫咧各高中小的班级教室安装1658台的林奇新风换气系统的联合蔡江，嘛已经伫咧十二月初六完成招标文件上网，后续将依照着基程进行着开标和评审作业，总计将蔡江着881座新风换气系统，将爱预计伫咧明年热天进前会当完成装饰，创造家己囡仔一个好的就学环境。最新新闻就丁孙王小帅家己起彩虹报道。每当年底到农历过年期间，拢是会考真欠费的时阵，举办进入第八档的嘉义新铁线前爱心关怀活动。28号一套早在嘉义市的棒球场停车场登场。虽然天气真寒冷，又还有未少的爱心人士热情避起秋雨来响应。今年度的关怀活动除了准备相当丰富的奖品。主办单位铁线制品公司为着要让各界的爱心会当发挥上大的效益，并将只要捐出一块的货，公司将会同步捐出100块给创世基金会。啊，咱大家吼足热心来捐血吼，啊，咱今年的目标是预定要募到36500台的热血啊，啊，咱今年有再加码吼，就是你来捐血一袋。我们送100元给创世基金会救救植物人，希望大家等于小少小步，赶紧来关怀，咱尽量无愈济会啊，送哦创世基金会哦愈济钱，来救救植物人，谢谢。江义市长吴明辉特别到现场来感谢主办单位铁线制品公司和民众热情，并起手舞关怀。你知道吗？嘉义市的市民捐血率是全国之冠。我们去年统计，超过13.1%的市民来捐血，而高于全国的平均7.55%的这样的比例。我很感动的，就是我们嘉义铁线。嘉义新铁线前，咱刚当署长，他们集合了所有的物资跟所有的爱，一起来捐血，一起来共襄盛举。我在这里也要呼吁所有的市民，因为春节要来到了，当然我们在这里祝福大家，新春愉快，新年快乐。但是很重要，因为春节这期间我们还有血荒，所以需要大家挽起手臂，一起来热情捐血。我热情，我捐血，让我们一起来。为着要来感谢着民众热情响应，今年参与关怀民众关怀250cc， 会当摕到超商礼券2张，阁有爱心米500cc， 送超商礼券4张，含满福楼餐厅抵用券300块。国内第一届关怀的民众关怀成功，加上着日本料理特产的餐券，吸引济济民众热情响应，为分到南地区医疗用会尽一份心力，化个人小爱成就大爱。最新新闻就定是吴秀山加入市彩虹报道。我捐血，啊！恭喜恭喜！第一届嘉义好店花手的代言人出炉，近百间嘉义特色花手的店家，经各界专家评选以及网络票选后，总共有29间参赛者，包含26间食品花手的、3间非食品花手的店家入选，成为最佳代言人。嘉义市长吴敏惠10号亲自颁奖，并邀请业者
大家做好准备，迎接嘉义市国际管乐节、竹罗山杯消防赛、跨年晚会，一连串老热滚滚的节庆与活动。29家的家事好店是经过最严格的考验，这个考验不只是公部门的竞争，更重要是消费者的考验，还有市场的考验，才能会成为好中的好。所以嘉义市一直我们最骄傲的，其实我们都是很沉稳很低调，可是却耐人寻味，这要值得有缘的人才能够懂得享受。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一些好店全部都带出来，我们看到了很有创意，不同不只是美食，还有美的创意，每一个产品都是带给大家真的足甘心的感受。所以我想我们透过这样的颁奖典礼跟陈国展，邀约大家一起来嘉义玩的时候可以多买一些美食，在其中更感动的，它有老有传统的老店，但是又有新的创意，还有国外的，包括还有日本人都在这里生根了，我们都觉得这个地方是值得大家来品味不一样的美食美景，欢迎大家一起来。12月中下旬，客江的盘手的店家将以在地美食名店整理成旅客攻略、嘉义市散步手册，让来家游客能轻松按图索骥，满载而归。同时结合嘉义市国际观光节以及圣诞节送礼王规，嘉义市政府也将在12月21日至22日两天，在嘉义市中央广场举办亚诞周末好物市集。让热爱嘉义市特色盘手类的粉丝与市民朋友买得开心，选得过瘾。活动详情请关注脸书“礼赞台湾幸福嘉义”。新闻新闻电台王秀璇嘉义市采访报道。2019年全国航空交金小工艺奖，今年总共有283件的作品参加竞赛，经由评审选出其中78件的这种作品，伫咧14号举办颁奖典礼。嘉义市长吴敏辉亲自讲现场来颁发着奖状，给得奖的学生囡仔，同时嘛期待着大家继续做交金小的创作，为嘉义的交金小艺术创作更加侪的可能性。我们看到这一次有可以说是数目最多的作品来参展，总共有283件，那有78件得奖。我看到金银铜，还有很多的优选跟佳作，这可以看到，就像我们的老师说，作品都非常的优良，非常的精彩。那这也就让我们的胶纸陶不只是传统，又能够因为加值创意，孩子们能够增加孩子们的想象力、创造力。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教育一环。那同时，我们也在这里把这78件的作品会分散在嘉义市有6个旧屋里的地方，他们会去展示。我想就结合我们的旧屋里，然后融入在其中，这样的一个装置，这样的设置，我觉得更有更多的想象力。同时我们也鼓励大家，明年我们会继续再办，欢迎在这一年当中请大家继续做好准备，我们多做教育的扎根，大家可以把你的作品拿出来参加比赛，也可以来观摩，我想明年我们一定会更精彩。今年度78件的这种作品，嘉义市政府文化局特别以桃城晃游作为主题进行展览。对这个起到明年度2月初日，东埔在嘉义市内的文化再利用的老厝空间，包括2通672、有三路下老院子1951、黛西的杂货店、旧时光新鲜事、购套衣服咖啡来展出。透过这种作品，高级小的作品结合着老厝的空间，呈现专属于嘉义的城市美学。文化局特别和老厝的经营者合作，办理着桃城晃游折页地图集章活动。只要到这的空间看展收集囡仔，就当来兑换着店家的折价券。地图会当到文化局的服务台，或者是参展的店家来索取。欢迎大家做伙走入来老厝欣赏精彩的特别作品。最新新闻，就丁顺王秀山甲李奇采访报道。